復活節提防小手。1982年聖誕節佳人有約，1983年暑期波登衙門。喂，头先去边啊？佢做咩？死仔啦，抢我哋支枪，仲喐手啊？啊，又叻仔嘛，叉住佢啦，打埋我名啊！抢我支枪，抢啊啦！喂，当我有份拉噶？哇，乜咁多人认头噶？系咁啦，多谢你啊！哇，有嘢炒啦？哦，后尾嗰个林伯伯系咩？哦 ，Hey man， watch it 啊 ！Sorry， 走啦，打西洋剑啊！哇哇，蜂巢牌啊！嘈还嘈啊嘛，搵架车嚟将佢搞咩啊？你啊，半架车我嘅，我 book 自己半架车得唔得？佢冇错啊，架车佢有份噶嘛，佢俾一半钱噶嘛，剩翻嗰两个车辘同半边车位我唔要啦，俾埋你啊！哇，点整啊？有啲窿几大个？搏得好啊，系咪？我以后点揸住呢架车去沟女啊？你班冇人手，啱你个死人头啊！收档啦喂，收档都鬼婆嚟查房啦，快啲收埋晒啲嘢啦！如果俾佢撞你入嚟，你就死啦！啊哈！吓吓！有事你报冇啊？我冇害你啊！我俾5000元你，你又换咗我副车头，你架车冇得整噶啦！你都唔应该偷翻架车俾我，害我几乎坐监。你知唔知我小学已经同先生讲，我好中意做差人噶。咁咩人督你背脊，唔系冇人知噶。我而家枪都俾人没收埋啦，你叫我以后点做男子汉啊？你害我！